大三，我们今天是78路，由我开场，好不好？因为上部影片很多粉丝加一，我非常的开心，现在来宠粉，让大家看久一点。大家知道他有多不要脸吗？他拿着那个加一来跟我要求加薪呢，他那干丢，而且又没有多少。啊？什么叫没有多少？你这样讲真的侮辱到我的粉丝，我的粉丝在我的心目中，好不好？以一挡万，好不好？就算只有二三十个，在我心目中就是二三十万。哦，这么多，占了台湾的人口的几分之几？1%啊！你们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么的重要，所以我让你们多看，再给你们看5秒，53而已。5秒的时间，你们可以去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你就继续让我出镜，没有关系，我就看你会掉多少粉。麻烦你好好控制镜头。OK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我最近就是在减糖，所以就是有瘦一点，有瘦一点，大概就这样，然后瘦这样，这样大家看得出差异吧？这样更大。我们78路来到了，这里是哪里？拍片场，好不好？听说这里很有名，很多剧都来这里拍过戏。我来带大家看这个。大家看到这个，是不是就想起了那个？我告诉你，这部剧也非常的有，好不好？就是《奥迪安宫》，有没有听过？没有。奥迪安宫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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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看到这个，我现在就怕了，真的很可怕。这是小时候的梦魇。我看不下去了，哈喽，你真的太长了。本集看点呢，你心目中是想要回访的营地第一名是哪一个？就给你5秒钟，如果你要你讲一个营地，你会讲哪一个呢？我们就去采访一下陆游吧。这集的营区介绍也会由阿三来介绍，然后大家就敬请期待。我的营区介绍都会放在最后面，大家要看到最后面哦。还有就是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决定要给你加薪了。我会在这边呢发一篇 IG 的文。我告诉你，一个粉丝帮你按颗星，我就乘以10。乘以十，对，我告诉你，如果200个，我就乘以10，就帮你加薪，这就是你的加薪幅度。各位，你们要从你们的阿三先生呢，请爱心加起来。我的 IG 麻烦去按爱心，你就可以帮到他。等一下，我的粉丝在我的心目中是100块，一个粉丝加100块，你想多了。我的 FB 跟 IG 大家记得追踪哦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订阅订起来，我们看片去吧。一样2个小时，本日布置完成啦。今天换了新地垫，大家有看得出来吗？这是我的烹饪区，然后我们今天带的是冰桶。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布置咯。诶，这里我们也多了一个饮料桶，它里面放的是水，小孩渴了就直接这样倒来喝。我特地把它移出来，免得给我弄在地垫上会湿湿的。是不是不错呢？2个小时我们可以吃饭咯。今天特地去买了这家烤鸭，这家是我们家的爱点。今天晚上吃烤鸭，开心。加热一下。喂，偷吃。引颈期盼啊！我不要搞错，有没有要配面？这位小孩他说他饿坏了，那现在是8点。也没有多晚吧。开动，好好吃。还要喝水，要喝水。好。今天带来制冰机跟冰桶，满满的冰块。我们把沙发冲起来了，然后现在准备要打电动。你在做复健。好可爱。在 IG 上面说我在拍片场，然后有人就问我说：“那你去看夜景了吗？”会有一个斜坡，然后因为它旁边有帐篷，所以你绝对不会想到说：“哎，我原来晚上这边另有玄机。”大家一定要来，营主在这边设置了椅子，就是一个观景台的概念。小孩睡了，我躺着看，躺着看，我看到3点半，晚安啦，早安。Thank you.
酥脆哦，那个听到咔哧咔哧的声音，连蜜蜂都想吃的葱抓饼，腌过的猪排，减糖餐。跟人家展示沙发床，知道我买这个那个沙发床，他就超不爽的，想说靠，买这个东西干嘛？你看他现在骄傲的跟人家展示，哎，这很有事哎、欸。又来到团购小单元的时间啦、啊！今天这集也是非常的精彩哦。首先重磅登场的就是我们270 Pro 这个品牌的保冰桶跟饮料桶，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颜色，我觉得他们的造型跟颜色都非常好看。那他们是一体成型的这个制程，相对于隔热保冷的效果会更好，而且他们有双层的这个隔热设计哦。这个保冰桶我真的非常喜欢，夏天喝水呢就靠它了，它可以放大概快10公升的水或饮料。那如果你放啤酒的话，它相当于14罐。那它的好处多多，我个人最喜欢它有提把嘛，这样比较好拿。它前面的排水阀它本来是按压式的，可我觉得按压式的放在车里面的时候比较可能会按到，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换这种不锈钢，它是旋转式的，它这边就可以直接拿那个开罐，然后就把它这样打开了，很方便。这个保冰桶它独特的设计，我来帮大家介绍一下。那这个呢，它非常的厚实，你要花点力才能把它打开。上面中间呢有隔板，它就是一个小砧板，附两个架子，一个是这种，然后一个是饮料架，直接开饮料的这个设计。折叠垃圾桶边桌还有折叠椅凳又要开团啦。那这个折叠边桌啊，它除了是垃圾桶以外呢，它上面还可以置放很多东西。桌板的部分它其实有是做磨砂设计，所以它是摸起来你会感觉啊好像粗粗的，但是其实呢这样会更不容易造成物品的滑动。我们家大人小孩都是坐27公分的，我觉得这个高度是刚刚好。法布田，那法布田其实我已经开过好多次了，大家柠檬塔有吃过了吗？它这一次还加了一个新的抹茶塔，抹茶塔里面还有白玉，就是一个抹吉，很好吃，我觉得它不会太甜也不会太苦，蛮适合老中青三代的抹茶。好的，我们来到了阿三购物频道 Part 2， 我们介绍这台 Iris 欧亚玛电风扇。它呢小台，携带方便，风力强。它这边呢，它有可以设定，你只要上下或是左右摆就好了，或是你可以上下左右一起，它可以设定三种模式，而且风力很强哦。嗯，舒服。那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的出风口就这样很集中吹，所以它会感觉很凉，反正它风量很强啦。我觉得很好用，小台，携带方便，它还可以定时，还不错，夏天必备，买起来，好不好？给点面子，可以吗？一样呢，我们团购的时间都是为期一周啊，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，要把握时间下手喽。怪叔叔，不可能都走。活该，他就是欠打。周迅，有没有像？有没有？你不喜欢看魔术哦？感谢奖。好像有。拉拉链拉开。完成。哎，我会去拿。他刚刚遭到打击，因为小女孩说那个花是我的，不是你的。我去给他爱的教育。不知道是老大，是人家佩戴叔叔哎。哇，下面还有一点锅巴，好吃。三块哦，会不会太油？先吃一块，看起来也很好吃哎。就是蛋披萨，已经没有了。没有嘞。你已经吃两碗了好吗？八几分？你节奏好长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烟火，这次真的好吃，对不对？耶、yeah ！
好啦，下午时间不知道要干嘛，那我们就去访问别人吧。去访问别人，说你心目中的第一名的营地是哪里？对，怎么办？好紧张哦。对，压力大，比较害羞。对啊。对。大家如果有看到我们，然后在做采访的主题，大家可以你知道踊跃一点吗？拜托让我们采访。对对对，我们已经打完三剂了 ，OK。我们还戴了口罩。不要这么怕。不要这么害怕，好吧？走啦，来吃够啦。怎么称呼？小李。小李，你几路了？几路？七路了。七路了。那是的。你有推荐什么营区？坚实的水田谷。水田谷为什么？它的营区像梯田似的，然后就是一区就是一个梯田嘛，啊，就玩的空间比较大啊，帐篷也不会这么的密集。哦，那它的风景好吗？风景还不错。所以你推荐坚实的坚实的水田谷，水田谷对 okay, 好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。怎么称呼？那姓侯，姓侯，姓侯哦。好，那我想问你几路了？不知道呢，不知道。哦，那就算多了。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最喜欢的营区是哪一个？营区啊，对对对，上次去那个叫什么萧南远哦，在南投，南投萧南远，对对对，是哦。那你觉得它好在什么地方？空气啊，空气不错。哦，那景呢？景我觉得还好，还好。哎，就是看萤火虫，跟空气很好。对啊，哦，好，谢谢。OK， 谢谢。逛了三十几站，终于又再找到一位了。对，你怎么称呼？小鱼。小鱼，那你几路？小鱼在采访吗？20路。20路，那你心目中有比较推荐的营区吗？目前觉得好妈吉。好妈吉，为什么？它环境维持得很不错，然后营主也很用心的，卫浴也不错，对，五星级卫浴，然后加上它是高海拔，所以那个风景也很好，可以看得到云海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们上次？我们已经去过。两次了，对，有看到云海，有，真假的？对，我第一次看到云海就是在那里，那里真的超美的，很开心，对，而且超难定的，真的。对，而且我也想下马子，一样的吗？跟你们一样，是 L， LD 叉，它是 LD 叉，它比较大、啊，好，好，真好，谢谢你，就是我简单，谢谢小鱼。那我问你怎么称呼？九令。所以他是蔡依林，是三英九令，三英九令够大咖了吧？很大咖。我想问你几路了？我也不知道。56，56，对对对，大多路一打四，对自己打。对，白神居。那你心目中有什么推荐的营区吗？我觉得好妈吉还不错啦，这边也不错，这边也不错，这边因为一丈一位。好妈吉跟这边再讲一个，再讲一个，哦，分享金穗露营区也不错，不要讲太多，哦，太难剪。我喜欢有大草皮，哦，因为有大草皮。三湾面镜也不错，因为有大草皮。他好像越讲越多，希望有大草皮。就是跟一些小朋友玩嘛，然后最喜欢那种围一圈的那种营区，团康比较好。听说你很厉害吗？没有啦，都是这边的都是你找的，对不对？就喜欢露营，对。我在看你们的影片，加分啦。对，那你比较喜欢谁？这时候大家，我当然喜欢小青喽。没有了，开玩笑。没有关系，如果想要团露的话，也可以找他。啊，可以。想问你怎么称呼？我姓黄，我是尼克，几路了？104路，104路，好，超长的，终于找到一个超多路的人了。对，那你104路这么多路，你有比较推荐的营区吗？一个叫牛品之家，为什么你会推荐这个？因为它那边的草皮算是蛮厚实的，然后它还有一些手作。那营主他其实他原本是在经营一些多肉植物，然后他们就搭配一些活动，你可以去参加，他就可以帮你做一些手作的盆栽啊或什么，他教你，然后你们自己去 DIY 这样。所以它也是比较属于亲子的。算是露营区，对，风景漂亮吗？它的 view 其实还好，算是附近有一些瀑布的景点是可以去。好，他们家非常的漂亮，超漂亮的。谢谢，谢谢接受我采访，谢谢，不客气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早称呼，陈小弟。好好，你几岁？18，才18而已。那你露营录几次了？诶。
37岁，那个是你们的道吗？哎，对。哦，那你有比较什么比较喜欢的露营区吗？他刚才跟你打 pass 了。哈露米，哈露米，哈露米。嘿，那为什么会喜欢他？他比较多东西，西边可以让你钓虾。哦，那还不错哎。嘿，就是比较对东西比较多的，所以他也可以玩水。对，比较亲子的吗？嘿，对，不要紧张。好了，就这样。他18岁而已，要帮你征友吗？征女朋友，真的可以可以。那你 IG 要给我，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会帮你 po 个 IG， 帮你连档子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好啦，那刚刚我们去采访大家心目中第一名的营地啦。那接着呢，我们就是要讲我们心目中第一名的营地。录这么多录以来，我觉得微笑湾吧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它的风景对我来说是最独特的，因为它是一半海一半城市。应该说白天的风景跟晚上的风景又不太一样，就是它可以看到海，又可以看到夜景。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比较特别的。虽然它山路可能有点难开，真地都还不错。讲完了。就这么简单。其实我心目中还蛮多很喜欢的。他一定是讲遇见五楼。没有，我喜欢巧遇露营区。哦，对，巧遇可以看云海，又可以看夜景。重点是它临近樱花林、樱花步道。哦，对，不是樱花季去，不是云海季去，你还是可以看夜景，而且它风景也不错。重点是山路也不会很远。哦，对，哎，好像真的不错，那我换好了。什么？好了，巧遇也不错。嗯，我发现我们好像喜欢的都是就是风景居多，亲子大部分比较没有景。那刚刚访问这么多路友啊，其实大部分路友，都会觉得说有点害羞，然后要么就是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有印象的营区，因为你来露营就是享受这边环境给你的一种新的体验，不一样的感觉。然后刚刚有一位路友他讲的那个我也觉得很妙，他说现在露营的感觉都有点变掉了。哦，没有啦，我觉得还好，因为我觉得露营就是看个人啦，看你喜欢什么，就去做什么就好了。就这样，也没有什么特别，也没有什么是非对错，在不打扰其他人的前提之下，想干嘛就干嘛吧。对，因为就跟你在家一样，你不要打扰到别人，应该其他都 OK， 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然后看我这样也可以。好，不要好烦。Okay 啊、好，那大家如果有还有想看什么主题，然后采访的主题的话，也可以下面留言告诉我们哦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再给你们5秒钟。好了。那其实啊，下面真的都还是冰的，但很强，因为我已经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冰块状的，还蛮厉害的。我们还跟营主订了一只烤鸡，他们的晚餐是拉面，我跟阿三一样是健康餐。不管是左手还是右手，难道另外一只手所以有80岁以下都叫可爱？阿三说要这样子，就看别人这样煮。是不是一个仪式感？最后决定还是制造一下料子。这是我刚刚做的蓝布鸡腿。你赶快拆了。哎呦，好像蛮不错的哦。做吧，喜欢吗？留言抽。想抽这个，在下面留言，我爱阿三。小哎、欸。很舒服的早餐用餐区。对啊，非常丰盛的早餐，但还是泡面。我要吃泡面。你要吃泡面哦？还有柠檬塔。吃完泡面，然后才能吃那个。好，今天呢就是。由我来介绍这个露营区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是要一个帅气的开场。你在干嘛？这样知道了吧？好不好？不知道。没关系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懂的人就懂，不懂的人就不懂。
再示范一次给大家看，懂了吗？我可以请你不要恶心大家吗？懂了、啊，我现在就是社长，OK 吧？社长带大家参观这个露营区，头要低低，要斜一点，好烦，要有一种凶狠的眼神 ，OK 吧？没，不 OK， 那是银烛。对啊，突然害羞是不是？对，突然紧张了一下，大家看到我这巨星有点紧张。哪里有问题啊？对，我们就是来到拍片场，这里很大，超级大。对，我决定，因为天气有点热，所以我决定，体谅一下我老婆。OK， 好，谢谢哦。让她轻松一点，来，就是让她轻松一点。快点啊，接受这个、我就回去，你知道躺沙发休息了。快点，摄影师，麻烦你跟好。我不是你老婆吗？好不好？我这个动作。麻烦还是要特写一下好烦，我们现在就是拍片场，一进来呢，这边是有个小木屋，七间小木屋，这边是八帐包区，因为这里真的有点大，我们就快速带过，这里就是两帐包区，帮你挡那个太阳，我觉得还不错。这边就是游戏区，它在那个建筑物里面，所以很阴凉，还不错，夏天还不错，小孩游戏区不错。对，有一个贩卖部，就是有一些可能什么瓦斯罐啊、饮料啊、饼干、粮食都可以在这边买。他没有写区，但是他就是八个站板，这边也可以找营主帮你搭帐，好像1500。然后后面呢就是一般的草地区，也是九帐。他有养一些乌龟、鹦鹉还有蛇。如果你不喜欢看他们的话，可以看我。我告诉你，好烦！我现在就是时不时跟那个剧一样。就是要一直做这个动作，让大家印象深刻。那一整排还有一个站板，13帐，其实它这边蛮多帐的。那你觉得会挤吗？它有一点挤，但是不会到很拥挤。它区隔还蛮分明的，而且它的位置都蛮大，它连站板的位置都蛮大，所以还 OK。那他们的卫浴都是一帐一间。很棒，他们还有附钥匙，这边有超级多卫浴，你看这边一排嘛，然后那边一排，然后这边还有一排，真的很多。但它的热水是下午5点到晚上12点，就是有限定时间的3帐，然后它离卫浴比较近，3帐包区在最边边，3帐包区是有一个是站板位，网络比较差，没有，其实那边也很差。对啊，这边网络没有很好，但也没有很烂，就是堪用。可是你刚刚说很渣哎，是打嘴巴啪啪。这边开始16帐，已经帮我们都已经铺好这个护草垫啊，你也很清楚明白知道你要在哪，你也不用熟，对，很棒。它就是每个卫浴前面都会放冰箱啦，它冰箱蛮多台的，所以也不用怕没地方冰。洗手台嘛，然后有附吹风机。洗手台嘛，谁看不出来？怎么了？这是细心解说的社长。那因为有自己的卫浴，所以我们东西都放在里面，就不用收了。这边还有2帐在树下。这里是 DIY 教室，那边是深夜食堂，然后很多雨棚雀都会在这边吃饭。这边是雨棚区，有10帐，蛮有特色的。而且我觉得超酷的就是，它是真的住在这个超复古的里面。昨天在这边拍很开心，没想到这里面真的可以住。他的安公，哒哒哒哒，他的安公，人家有这样吗？有啊，你这样子完全就显示出你有年纪耶。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这样可以吧？不可以。OK， 那边有个白沙池，然后也是照不到太阳，还不错哎。先拍个2帐。咔嚓，咔嚓。OK。黑卡那时候比较帅。有朝一日，我相信我以我月薪2000块的薪水，总有一天可以存到去办黑卡。大家期待那一天吗？不行。如果想要加快这个速度的话，麻烦去 IG 按赞。好不好？你们按赞数越多，我办黑卡的速度就越快，这样 OK 吧 ？OK OK， 爱积按起来。我希望可以破万赞，破万赞的话，就是10万，我就直接加薪10万，我每个月就有10万了。我们有赚这么多吗？叫马上倒闭，公司马上倒闭，付完一个月薪水就倒闭。那不是戏水池很凉，夏天来很棒。照惯例，要走上坡了。OK。哎、欸，你上次不是才骂我说要走上坡走下坡看腻了吗？短短哎、欸，
不一样啊，因为大家很久没有看到我了，走上，所以这次是社长走上坡，好烦。来，走上坡，就之前来看燕姐的地方，漂亮，还不错。来到这里呢，就让我想到我几百年前的一位好朋友，什么鬼？凯撒大帝，他讲的一段话 ：I see, I come, I conquer. OK, 我征服啊。我们的凯撒大帝，这是一种感觉。大家看那边，跟他认识了这么久，我终于知道他的感觉了。OK 吧，就是一种感觉，好不好？有哎、欸。I see, I come, I 那个字有点难念。来简单说一下这个营区的优缺点好了。缺点就是网路比较慢一点。生态很丰富。对，生态丰富了一点。太大，你刚刚走太多路了。哦，对，让社长这么累，不太 OK。下次就要弄小一点。优点我觉得还蛮多的，就是它每个营位都会尽量帮你排在那个树荫底下，设施啊什么的都是在阴凉比较阴凉的地方。它的卫浴一帐一间，我觉得很好。那因为这个营地啊，它也是非常非常热门的营地，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的话，记得要早点定位喽。耶，那这样我们团购的商品都在上面链接，还有下面留言说明栏。小清奇论证还没订阅我朋友，赶快订阅我，也别忘开启小铃铛，随时有最新片的通知哦。我们是每周二的晚上7:30上片，那就这样，在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